新闻继续来关心的是，为提倡环境绿美化和推广着地球的爱地球观念，该市政府由市长吴敏辉来率领团队，以及着家己林管处处长廖一公、世新有线电视台董事长王国辉，特别在北栋大楼种下66株的洋红枫林木，以实际行动呼吁大家种树爱地球。守护地球，无分你甲我。三月十二号地球节，江宜市长吴敏辉率领着市政团队和舞会的来宾，做会种下66棵的洋红枫林木。大家骑着水桶和脚托的 MB， 做会来种下树苗，佮做会替新种下的树啊，按水体验地球的乐趣。更希望透过这个实际的行动，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，做会来投入种树啊的行列，予咱的下一代有更较好的生活环境。如果市民你们对于这一个种树想要种树有任何疑虑，也欢迎可以打1999来询问我们嘉义市政府，1999会提供给大家。如果你们想要有一些怎么样的苗木呢，啊，从幼苗开始照顾起，我们也会跟林管处一起来合作提供给大家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不只是种，我们还要去维护、去管理、去照顾它，去照顾它、耕耘它，让它能够成长茁壮，让我们嘉义市成为一个最美丽的城市，可以大家一起来。江宜市政府建设处强调，林务局、江宜林管处预计提供550棵的树苗，在四月十二号所举办的植树活动当中，正在伫咧中油江宜能源所所提供的地顶头。当天林务局、江宜林管处嘛会准备民众介意的树苗，有桂花和荷木，总共有1300棵提供予民众所处。大家到底来种树啊？打造江宜市成为绿美化、永续经营的热门城市。最新新闻，中央网王秀山，江宜市采访报道。